明日沙田七草三泥第一场十号至理共赏。此区今季转入叶楚航马房，由五班起步，除前仗泥地可不看外，其他全收奖金，其中两次外档无计。今次国能四档大算太热，可留意。如临场落飞必去马。第三场三号逍遥自在，此场七只马一班泥地，除头牌黄金甲133磅外，其他都算轻磅。今季逍遥自在两胜二班，其中今季此区泥一胜一位。今次虽外档，但相信可看通形势，升班可再赢。